我才九岁，我九岁。哦 ，OK 啊。哇，你九岁，你比我小哎、欸。那你几岁？独角仙。我跟老白一样。你爸比我发狗啊！你敲你了，你九岁小弟弟。什么？你有病吧？我三年级啊，我三年级。哇，你三年级九岁才骂。哇，你三年级会骂妈咪啊？我连菜也、欸、你。大长。我打好头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补哦？为什么死补哦？那你阿布奶奶，谁教你的？你教的啦！我在你视频里面看到了。烂呐、啊！阿布奶奶是我老婆教我了，狗屁事！看，过来我一个啤酒包，你要吗？要，谢谢老板。我觉得你三年级，你还要学一下你的国语发音啊！你要学一下怎么叫啤酒包。我叫你妈啦！请问你，如果你的另一半没有钱，可是很爱你，你会跟他在一起吗？啊？你的话我愿意啊。操你！肯定接受的呀，因为很喜欢宫崎骏的一句话：“爱并不是把空港笑死。”我16。哦，你16。我那边变身没你？你还没有变身啊？不知道哦，还是你变过身了？软一点不给力，这样讲我像男孩子的声音，然后有些讲像小弟弟的声音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我觉得你还没有变身呢、啊，应该。我看你听你声音还蛮小啊，没有人讲你是女的、哦。女的啦，废话。你女的没？你看就那个讲我男的。啊、OK， 我要 emo 啊。啊，你是女的。我个人讲我是。等下。姑娘不来打我，快点到。快点到，小马。哎，小丽，我错了。小恩 ，Hello， 小乌龟躲在下面。哎呀，有这样啊！你那边，有我这样子的头脑，你刚刚就不会死掉了。干嘛发财？回来嘞，那个小凡凡，他家在睡觉。他说是在睡觉。你叫他起床啦，叫他看我操作。牛逼！操了，小牛逼！再快，再快 ！OK， 差不多不，游戏结束啊！你把地上给弹过去不？哎，我要干嘛了？自由是吧？哇！楼上！哎呀！哇！吓到我了！等一下！跳上来送我的！牛逼！